大，今天来到永安渔港，今天来是准备连钩，使用的饵是红虫，还要准备一些南极虾，看看今天钓况如何呢？咱们就开始做钓吧 ，Go！有了，有了，是吗？抽奖看看，两条，石炉。小鱼，看看，上线，让它沉到底，把线绷紧。有了。有了，一次两条，拿完了，石炉，九楼啊，拜拜。自动脱钩，小石炉，拜拜。
自然下沉。沉到底。有了，有了，收起来看看。两条赤鼻仔，这那一条是什么？石炉，刚刚中啊！赤鼻仔。拜拜。咕咕叫，咕咕叫。石头。来啊来啊，继续直觉钓法。直觉钓法啊，扣扣，慢慢收，将线绷紧，有了，捞起来看看。哦，三条。哦，三条啊。全部都是清一色。清一色石炉，清一色石炉啊，吃那么近，吃那么深，
学钓法，沉沉沉沉沉，继续沉继续沉，扣，线绷紧，收起来看看，一条，两条，小小鱼啊，都一样，清一色，石螺，超小条。拜拜，让大家看一下这四周的环境。好了，靠靠，好了，收起来。一条，两条。哎，花生哦。是吧？石螺、花生，花生鲫鱼啊，小迷你花生鲫鱼，靠！超迷你的啦。各位观众。五六公分的花生鲫鱼，拜拜。迷你小蛙石鲈，拜拜。下去就咬了，哎呦！
先说。走了。三条，大中小，大中小，全部都是石螺。我靠，吃那么深。聊石龙，拜拜。刺鼻仔，刺鼻仔啊，刺鼻仔，拜拜。有了，三条，刺鼻仔、石螺，三种。刺鼻仔，拜拜。石螺，拜拜。这也是石螺的一种，拜拜。
客运。快速上梯，三条，直觉法不错哦，你看，百发百中，石炉，石炉，拜拜。石炉，石炉，拜拜。钓了一阵子，还是一样，都是一些小鱼，有赤鲤仔，石炉，还有一条。小的花生鲫鱼也蛮好玩的，哦，点头可以投下去，让它自然沉下，将线慢慢绷紧，直觉扣扣，就感觉鱼儿上钩了，就可以拉起来。只是这边的场地旁边很多肉粽，也蛮深的，所以接近岸边的时候。收线的时候要特别快，否则容易勾到肉粽。我以上供钓友参考。今天的钓鱼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